他通过征婚交了一女友，谁知女友是为了十万元钱想和他假结婚。案例二中，老汉偶遇陌生中年妇女，声称只要和他假结婚，就给老汉五十万元。两个男人，两个有着巨大诱惑的假结婚，这背后藏着怎样真圈套？假结婚真吃亏，即将播出。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。现今假结婚现象是屡见不鲜，很多人选择假结婚呢、啊，是因为贪心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可这也容易导致上当受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两个案例就是有关假结婚的。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案例。二零一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早上，四十八岁的金家辉来到一小区住户门口。 这是啊，他前妻的房子。一个月前，他和前妻离婚后便搬了出去。金家辉用留用的钥匙打开了房门，刚进门就看见一个穿着睡衣的陌生男子。金家辉顿时傻了眼，以为自己走错了门。可忽然，他看见前妻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金家辉惊得是目瞪口呆。 没想到刚离婚一个月，前妻家里就住进了陌生男人。金家辉火冒三丈的大声质问前妻：“这个男人是谁？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好上了？”前妻不耐烦的反击道：“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爱跟谁好跟谁好，你管不着。”金家辉立即大吼道：“什么没关系了？你把欠我的二十万元借款还给我，才算没关系。” 前妻听后一阵冷笑，说：“二十万元是婚内借款，这些钱呢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，离婚后根本就不用还。”金家辉是越想越气，突然他一脚将前妻踹倒在地，然后对其拳打脚踢起来。邻居听到动静后报了警，很快民警赶到，制止了金家辉的暴行，将其带回了派出所。在派出所里。 金家辉承认自己的确打了前妻，那是因为前妻欠自己二十万元不还。那么这么多借款是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离婚的时候没有分割清楚，导致现在仍旧和前妻纠缠不清呢？在警方面前，金家辉如实讲述了一年前和前妻之间发生的一切。那年金家辉刚离婚，原因是妻子。 不满金家辉回家就做甩手掌柜的，对自己不够温柔体贴。几个月前的一天，金家辉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征婚启事，两天后就接到了一位自称吴芳的女士打来的电话。吴芳说自己三十岁未婚，是外地人，想在当地找个伴儿。金家辉喜上心头，赶忙加对方为微信好友，两人在网络上相谈甚欢，不久。 就相约见了面。吴芳长相一般，但是很会打扮，说话也很温柔。四十八岁的金家辉对吴芳是一见钟情，而吴芳也说喜欢金家辉的老成持重，愿意跟其进一步发展关系。此时的金家辉仿佛拥有了第二春，整日里啊精神焕发，心情舒畅。可很快他就遇到一个难题。 女友突然向他借款，张口就是十万元。女友说自己在当地买了套房子，房价一百万元，首付要二十多万元。女友说自己的钱呢、啊、不够，想跟金家辉借十万元，承诺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给利息。金家辉心里泛起了嘀咕，两人才刚交往了一个多月，感情还不算深，而十万元。 又不是小数字，他所有的积蓄也就二十万元。另外呢，女友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，收入不高，什么时候能还上自己的钱呢？女友见金家辉犹豫不决，便提出了假结婚、真借款的建议。所谓假结婚呐，就是两人只领结婚证，不举行结婚仪式，等女友什么时候还上借款，两人再离婚。 金家辉怎么想怎么觉得，这所谓的假结婚真借款对自己来说就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，于是爽快答应了。很快，两人就在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。金家辉也不食言，领证第二天就将十万元转给了吴芳，吴芳也顺利收了房子。那么，这个假结婚真像金家辉想的那样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吗？金家辉的如意算盘。 真的能实现吗？接下来就是装修了。吴芳又以没钱装修为由，向金家辉借款三万元，并许诺新房装修好后，两个人可以共同居住。金家辉一寻思，领了结婚证，又住在一起，吴芳岂不成了自己事实上的老婆了吗？想到这儿啊，金家辉的心里美滋滋的。 又爽快的转账给了吴芳三万元，很快房子装修好了，金家辉和吴芳真的开始搬进了新房，同居生活了。为了将假结婚变成真结婚，金家辉啊吸取了上次婚姻失败的教训，一改甩手掌柜的作风，回到家就帮吴芳洗衣服做饭，还时不时嘘寒问暖，在钱上也很大方。 一次，吴芳以老家母亲病重为由向金家辉借两万元；其后，吴芳又多次以还房贷、或购买家居用品和生活物品为由，先后从金家辉处借款五万元。就这样，金家辉的二十万元积蓄三个月就被吴芳给借光了。金家辉认为自己啊已经是为吴芳倾尽所有了，吴芳应该满意了。可没想到。 此后，吴芳对他的态度竟大变，不再温柔体贴，不但说话尖酸刻薄，还满脸的嫌弃。那么，吴芳因何态度大变呢？金家辉的钱被掏空后，吴芳马上提出了离婚。金家辉这才意识到，自己想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的努力是一厢情愿的。金家辉不愿离婚。 但吴芳的一句话却让他乖乖签了离婚协议。离婚后呢，金家辉就搬出了吴芳的家。没收到钱的金家辉为什么会如此痛快的签了离婚协议？借给吴芳的二十万元还能要回来吗？假结婚真吃亏，法律讲堂正在播出。原来呀。 是因为最近三番两次跟金家辉借钱都被拒绝了。吴芳起初认为是金家辉不愿再借钱给自己了，后来金家辉当着吴芳的面打电话查询银行卡余额，让吴芳清楚知道啊自己确实是没钱了。自此，吴芳对金家辉的态度就变了，经常三天两头的挑金家辉的毛病，还动不动的就提离婚。 金家辉这才意识到，自己想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的努力是一厢情愿的。吴方只是想通过假结婚跟自己借钱。金家辉有心等吴方将钱都还给自己后再离婚，可吴方先是威胁他说：“不离婚，一分钱都不会还。”接着，吴方又许诺：“只要金家辉啊跟自己离了婚。” 自己会尽快将二十万元借款还给他，因为担心借出去的二十万元会打水漂，金家辉啊被迫同意跟吴芳离婚，离婚协议约定，吴芳买的房子归吴芳所有，与金家辉无关。离婚后呢，金家辉就搬出了吴芳的家，此后金家辉就不断打电话催促吴芳还钱，每次吴芳啊都不耐烦地说。 自己正在筹钱，却迟迟不还。不得已，金家辉决定亲自到吴芳家当面要钱，却没想到，吴芳家里住进了一名陌生男子。吴芳振振有词不还钱，这惹怒了金家辉，他万分后悔当初将钱借给吴芳。他认为吴芳就是个借着假结婚骗钱的骗子。那么，金家辉的猜测对吗？ 金家辉借给吴芳的钱还能要回来吗？据吴芳交代，他在当地打工多年，本想找个年龄相仿又有房的当地人结婚，却多次被嫌弃是没文化的农村人。于是吴芳有了自己买房的想法，但他积蓄不够。后来呢，他认识了金家辉，两人谈起了恋爱。 吴芳为借金家辉的钱买房，他提出用假结婚、真借款的方式作为担保。两人领完结婚证后，金家辉陆续借给吴芳二十万元。因为两人经常吵架，无法生活在一起，所以就离了婚。至于二十万元的借款，吴芳觉得呀、啊，自己和金家辉同居了，自己吃了亏。另外呢，有些钱是用在了和金家辉共同生活里。 所以借款是不用再还了，因为吴方明确拒绝还钱，金家辉一气之下将吴方告上了法庭，向其索要二十万元借款和利息。在法庭上，吴方依然坚持说呀，从金家辉处获得的二十万元是婚内借款，借的钱呢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不需要返还。那么吴方的说法正确吗？ 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：夫妻婚内借款是否应该返还？夫妻之间的借款是否需要偿还，以及偿还比例不能一概而论。首先要区分借款资金来源，是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婚后的共同财产；其次呢，要看借款用途是用于个人事务。 还是用于夫妻共同的生产生活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，夫妻一方借用另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用于其个人事务，这种借款是否需要偿还？我们先看一下司法解释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，《婚姻法》第十八条规定为。 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，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案发生在民法典生效之前，法院判决适用的是当时的法律规定。民法典实施后，关于案例中涉及的相关规定并无变化，有着同样的规定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，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根据以上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，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其个人财产，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。 夫妻共同财产，这部分财产如果以个人财产出借的，虽然双方有夫妻关系的身份，但本质上仍然是普通的借款，借款人应全额偿还借款本息。另外呢，婚前个人财产的借款是否需要归还，也要看借款的用途。如果是处理夫妻双方的事务，则会考虑需要归还的数额；但若是用于个人用途， 则需要归还。本案中，金家辉借给吴芳的二十万元借款是婚前个人财产，不因发生在登记结婚后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借款需要归还，并应按借款时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。庭审中，吴芳又指出，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他曾为金家辉买过不少的衣物。 还为其购买了人身保险，另外呢，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生活开支，这些呀、啊、均应该扣除，而这些花费，吴方都留有消费凭证，总计约两万元，因此，在金家辉的借款中应适当扣除这些家庭支出，最终法院判决，吴方返还金家辉的借款十八万元，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。 支付相应的利息。接到判决，金家辉啊松了一口气，幸亏法院支持了他的诉求，不然呢、啊、他就要人财两空了。金家辉贪图美色，想通过假结婚跟吴芳假戏真做，而吴芳却只想借金家辉的钱，最后借出的钱差点拿不回来。而接下来这个案例，男主人公。 贪图意外之财，也跟一女子假结婚，结果多年积蓄被骗光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下面呢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六旬老汉偶遇一中年女性，随即就摊上了一件美事，只要办个假结婚证，就可以白得五十万元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 同意假结婚的老汉五十万元没等来，等来的却是一条银行短信，内容是赵大鹏在某银行的七万元定期存款被全部取出了，存折在自己手中，钱是怎么没的？难道和那位中年女性有关？假结婚真吃亏，法律讲堂正在播出。 赵大鹏六十多岁，几年前妻子因病去世了，之后不久，儿子一家搬去了县城居住，只留赵大鹏一个人在老家。二零一九年九月的一天，赵大鹏乘坐城乡公交到县城探望儿子一家，邻座坐,坐着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，女子自称张菊，非常健谈，一再跟赵大鹏套近乎，问东问西。 并向赵大鹏索要了手机号。几天后，张菊给赵大鹏打电话说，自己几年前跟丈夫离婚了，离婚后就将户口迁回了老家。如今呢，老家被规划为开发区，正在大规模征地，据说村里每人都可以领到五十万元的补偿，还能分到一套房子。赵大鹏羡慕地听着，他不明白。 张局跟自己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分的钱和房子又不给自己。就在赵大鹏纳闷之际，张局向赵大鹏提出了假结婚的要求。张局说：“要是赵大鹏同意跟自己假结婚，他就可以将赵大鹏的户口迁到自己村，这样一来，赵大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到钱，还能分到房子。”张局承诺。 钱和房子都到手后，房子归自己，五十万元补偿作为好处费送给赵大鹏。张局口中的新开发区就在县城边上，赵大鹏知道那块地正在拆迁，还有人靠着拆迁暴富了。赵大鹏觉得这真是喜从天降，但冷静了下来后，他又忍不住想：这么好的事，只有一面之缘的张局为何会找上自己？ 这不会是个骗局吧？张局的解释是：假结婚如果找熟人容易被人识破，找陌生人才不容易穿帮。赵大鹏一想也对，便相信了张局。而张局还说，他所说的假结婚，连真结婚证啊都不需要办，他可以拿着两人的身份证和照片，直接办个假结婚证。 赵大鹏一听更高兴了，只要办个假结婚证，就可以白得五十万元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于是，赵大鹏爽快地答应了，接下来还积极配合张局办各种手续。张局先是以办假结婚证为由，来到赵大鹏家，向赵大鹏索要身份证和户口本，赵大鹏随即。 从抽屉里拿出身份证和户口本给了张局。后来，张局又以办假结婚证需要手续费，迁户口需要跑关系等理由，先后向赵大鹏索要了两万元钱。起初赵大鹏并不情愿给钱，可张局一再说呀，这是投资，是为了赚取五十万元补偿款。赵大鹏贪图巨款，只好一再给张局钱。 后来，张局告诉赵大鹏，马上要分钱分房了，但分管部门出了政策，要严格审查假结婚，因此啊，为了防止露馅张局需要详细了解赵大鹏的经济状况，要是能知道赵大鹏的银行存折密码就更好了，这比说什么都能证明两人是真夫妻。赵大鹏觉得有道理，便将存折密码告诉了张局，还想着。 反正存折在自己手里，就算他张局知道密码，也取不出钱来。让赵大鹏没有想到的是，几个小时后，他就收到了一条银行取款通知短信，内容是：赵大鹏在某银行的七万元定期存款被全部取出了。赵大鹏看后大吃一惊，第一反应觉得这不可能，接着。 赵大鹏赶紧找存折，可他怎么也没有找到。难道是张局偷走了自己的存折，所以才骗自己说出存折密码？想到这，赵大鹏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赶忙掏出手机给张局打电话，张局的手机竟然关机了。张局肯定是拿着自己的钱跑了。直到这时，赵大鹏才意识到上当了。 于是赶紧报警，警察很快将张局抓捕归案。那么，张局是一开始就盯上了赵大鹏，蓄意设局，还是后来的临时起意？七万元的存折，张局又是怎么拿到手，从而将钱都取走的呢？这些钱，赵大鹏还能要得回来吗？很快，张局被抓获，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。 原来，张菊前两年呐、啊、迷上了网络赌博，不但把积蓄都输光了，还欠了不少的外债。为了还债，他想到了骗钱，并将目标锁定在了看着比较朴实的老年人的身上，认为啊这个群体比较好骗。而赵大鹏就是他选定的一个目标。当初为办假结婚证，赵大鹏给张局拿身份证和户口本的时候。 没有想到里面还夹着一张七万元的定期存折。张局看到存折后，立马放进了自己的包里，之后就寻思怎么将七万元钱取出来。接着，张局就以有关部门会核实两人的夫妻关系为借口，向赵大鹏索要存折密码。赵大鹏没有怀疑，爽快的给了密码。紧接着，张局就去到银行。 将七万元钱全都取了出来，而这些钱立马被张菊还了外债和挥霍了。很快，张菊就被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和盗窃罪为由起诉到了法院。在法庭上，张菊认为，赵大鹏之所以同意和他假结婚，也是为获得补偿款。赵大鹏主观上是明知违法的事儿，所以啊，他的行为啊。 不构成诈骗罪。另外呢，张局认为，存折和密码都是赵大鹏给的，他取钱的行为啊不构成盗窃罪。那么张局的辩解成立吗？这样就涉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：以拆迁为名的诈骗。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，骗取数额较大的。 公司财务的行为。司法实践中，以房屋拆迁等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时有发生。本案中啊，事实上并不存在房屋拆迁行为，拆迁只是张局为骗钱的幌子。赵大鹏虽然动机不纯，但是他呀陷入了张局虚构的事实中，被张局利用和欺骗。 张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拆迁事实，骗取赵大鹏财物两万元，数额较大，构成诈骗罪。另外，赵大鹏误将七万元的存折给了张局，张局不但没有返还，还骗取了存折密码，随后张局偷偷的将存折里的七万元钱取了出来还债和挥霍，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。 最终，法院判决张局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五千元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，并处罚金一万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。得知这个判决结果，张局啊悔不当初，光想着骗钱还债了。 却没想到骗钱是犯法的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更后悔的是赵大鹏，不但没有拿到张局许诺的五十万元，还被骗走了多年积蓄，这些钱都被张局还债和挥霍了，无法追回。观众朋友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莫让贪念冲昏头脑，捂紧钱袋，再精明的骗子也没招。案例一中的金家辉，一心想着。 将跟女友的假结婚变成真结婚，一再借钱给女友，却没想到女友只是想借他的钱，钱没了，假结婚也就结束了。案例二中的赵大鹏更是糊涂，仅一面之缘就要跟张局假结婚，还糊涂地将存折密码告诉了张局，最后被骗也就难免了。所以，任何假结婚的背后。 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切勿上当受骗。好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，再见。丈夫偶然得知妻子的一个秘密，他无法接受，整日与妻子发生争吵。妻子感到备受折磨，并主动提出离婚，不想却将丈夫激怒。妻子究竟隐瞒了怎样的过往？ 竟让丈夫反应如此强烈，丈夫的行为又会受到怎样的刑事处罚？妻子的隐秘往事，下期播出。